这是个什么庞然大物啊？估计也能值个10万8万的。出来赶海啊，兄弟们，睡觉是没有前途的。阿彩，好久不见，阿彩。我居然什么，好久没下楼，都成了狗不理了。大师们困境回来了啊！出去钓是没有前途的，回来钓比较重要。他们出去钓都困军了，下午又起风了，难搞。还是鱼排钓一些吧，现在有养鱼，养鱼的话鱼比较多一点。朋友们好，最近天气特别的差劲啊，然后今天还想着出去钓一会儿。我来鱼排的时候，我朋友他们已经回来了，全部都空军，所以就不出去了，在鱼排钓一钓小鱼吧。看有没有再钓一些回去当菜，要不然家里都没鱼吃了。哎呀，忘记给你们看啊。今天咱们钓这个红骨啊，你看这个这么大个鱿鱼啊，整个鱿鱼挂下去，然后这个坠子也比较大一点，因为水流比较大嘛，一会儿水流就要大起来了，所以提前用大坠子给它吹。看一下今天看钓的怎么样吧。朋友们每回说我们在网箱里面钓鱼哦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有网的，它里面是有氧的，然后像这种空格子的，这里面空格子连网都没有的，这种地方就可以钓，钓的就是野生的。然后这里面就是他们人家养的。如果说我在网下里面钓的话，那老板愿意吗？对不对？不可能的事。来，给你们演示一下啊，什么叫炸水？来一点，嘣！其实我空手下去啊，他都会咬我，你信不信？来，给你们演示一下。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好吧，这个红骨不会，要是鲈鱼的话就会，鲈鱼特别凶，或者要这样，那个鲈鱼马上就上来了。这晚上蛋菜这么多啊，都开掉了，全部都死掉了。有些还好好的，随便搞一搞，下酒菜就有了，一张网上面有几万个。钓金骨时间到，带朋友下来体验一下。原本还想去出海的，没办法，还出不了，就只能在鱼排玩一玩了，带他体验一下钓鱼的乐趣。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金骨啊？有的话那就好玩了。哇，刺激吧！往外顶啊，往外顶啊！不要紧张，不要！太小了啊！哎呀！我看到鱼竿要掉了。好大，真的是初次结婚没经验啊，这么大的金骨给你钓，把我的线都连了，可以啊，紧张，不错啊，这个头不错，今天收获我感觉要爆，马上鱼群就来了。哇，这个嘴巴跟我之前一个朋友有的比，嘴巴太硬，我靠，勾掉了。没有，别着急啊！下去就是，又来一条了，太多了。马上中午了啊，随便简单煮个白果吃一下。料还是不错，这么多好料，换成谁过来都会煮的特别的好吃，更何况我这种大厨级别，太香了。我们这的特产三里白果啊，当然不是我们家附近的啊，是我们莆田的一个特产。手艺还是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啊，你看老板一来就是那么一大碗。好吃了。味道好吃啊。我只用了3成的功力就煮出了难得的美味。来，小黑啊。中鱼了，哎，小小的不大，哎呀，这臭小子折腾我一下午了啊，
气死了。有吗？有吗？老牛是不是骗人？没有啊，都响了两声了。响了两声，没动静了呀。有个鬼啊！有，有罪是吧？还真的有，黑掉黑掉，啊，一层嘴皮子，没抄完吗？这要是掉了就好玩了。这不满。去拿抄完，拿抄完，老夫去拿抄完，随便去抄完找一个。还真的有，我以为是假的。这条应该有个一斤的，黑掉了。有。拿抄啊！你拿这个网兜，你想笑死人吗？哎呦！开壶了，开壶了。哈哈哈！哎，你不要这样抓，这样抓的话，你的手要被割的。不要！啊、哦、啊、哦！要跑掉，要跑掉，来跑掉了！哈哈哈！掉血，掉血，掉在板上。实在不行，先扔房间里面吧。哈哈。要跑了，我会笑三天。我的个神呀！我，哈哈！让你手抓鱼，你居然用衣服抱我，勒个去！这条大呀！哦。小黑是个衰人，鉴定完毕。你看他一抖，上当。我靠！来来来！哇！哇！操！这条就大了啊、哦！这条。哦。这是多少多少斤啊？这条有一斤多。我操！你不要来，你赶紧给我走。不应该。来看一下这个帅人。这个帅人一来肯定要美女。刺激刺激！哦，这刺激，很刺激。大了这条，他一走就能来打。帅了，过剩，耶、yeah ！哇，我不告诉你，哦，钓一条小鱼把我的线一直打，一直打。哇，这边吃过没？吞石钩。吞石钩啊！这边吃过。这边比较凶一点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刺激呀、啊！来，一起刺激。那你先给大家表演一下怎么刺激。师傅先来，你先来。啊，小黑你，我想打死你！啊，把我的弄没了！哇、啊！知道。他把我的弄没了，要不然我的里面一条啊！这个家伙坏得很。我现在特别需要一个会钓金鱼的大师来跟我主持一个 CP， 当然倪大师更好。年龄在差不多25到40之间，有钱，风景还是很 OK 的啊、哦。差不多也要收摊的，来来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哦。哇，这好大好大的金鱼，扎到的话爽的不要不要的。哎呦，还行还行。哎呦，什么情况兄弟，什么情况，什么东西掉？沙袋。哦，吓死我了。回家了回家了，够吃就好啊。拉一条黑条就可以了。哇，好累呀、啊！好久没坐车坐这么久，又一个小时到家都，现在都几点？快九点了好像。快了，九点了。那先回家吧，先回家。改天过两天再下去钓。带上我啊！带上我，带上你过去逗逼吗？啊！那今天先这样啊，朋友们，咱们下回继续啊，拜拜。